小孩子住的乱，随便收拾了一下。过去你这屋子更乱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你这儿的时候，这儿也是一摞卷子。 现在听到卷子两个字还害怕呢，高中作罢吧。看得懂吗？当然看得懂，这么简单的题。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数学卷子都是老师自己刻、自己印的，每次做完手上这儿都蹭蓝，洗都洗不掉。是吗？我上学的卷子都是在学校门口买的。 我们那老师节俭，张张都自己刻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数学老师教我们那会儿就已经60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好不好？上次在加油站看到你的第一眼。 不行。 表姐她就是做特警的，她还专门练过徒手劈砖呢。你会吗？徒手劈砖？<笑>没练过，不擅长这个。不过我以前带过一个队员，喜欢这个，树了一批劈落，估计连着能劈个几十个吧。哎呀，真好啊，真好！就等你了。 东西我买回来了啊，酒和情绪我也准备好了，就等你这菜了，让我好好哭一趟。回去做饭。嗯。我刚刚看见他妈妈了。陆晨他妈能来啊？十有八九是那财务室那表舅妈叫过来的。 我听我妈说啊，陆晨3岁的时候，被他爸罚站训话，
过年的时候，就因为陆晨说错了一句话，愣是在餐桌旁边站了一晚上。陆晨他妈要去看陆晨，他表舅妈就不让。陆晨他爸爸之前有点重男轻女，一喝多了就打他姐，结果呢，陆晨就故意招惹他爸，救了他姐不少次。现在终于长大了，不容易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准备和好了？没，普通朋友。好，普通朋友。可不可以见到你，让心跳继续一百亿，砰砰砰闹心。哦，你还没有起，没看到我发的信息。有没有人告诉你，我很想你？恋爱在流行，你还要静静，就连月亮都被叫醒，流星都会听。情歌在流行，我唱给你听，我们要慢慢培养感情，我相信。喂，我后悔了，我应该跟你多待一会儿。你回来以后，我们还没好好聊过天呢。想看我？砰砰砰闹心。哦，你还没有起。我还没走。信息有没有人告诉你，我很想你。可是现在孟小山睡了，我也出不去啊。今天狗狗在屋子里，客房在二楼的背面。是啊，我记得这家后面的院子已经卖出去了，要盖新房子，对吗？不知道啊，孟小山没跟我说过他邻居的事儿。怎么了？你等会儿。恋爱在流行，你还要静静，就连月亮都被叫醒，流星都会听。情歌在流行，看到了吗？我唱给你听，我们要慢慢培养感情，我相信你心。看到了，你不怕别人发现啊？怎么了？摔了？别人来了，先走了。好。早点睡。
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晚上，我给你们买了外卖，浪费了。不浪费，我们两个带回去吃。偷偷去过了最远的地方，带回剩下的旅行。给你热，我帮你。不用，等着吃。在一个永远惊梦的晚上，你这是万能钥匙？想什么呢？正经钥匙。钥匙还分正经不正经？就算是孟小山她老公的地方，但咱也不能随便进吧。秦风给我的钥匙。他想趁着我休假让我来帮他检查一下这边的监控设备，才有了这个。早说呀。你当时坐哪儿还记得吗？窗边。你拐进来看见海金峰，下车和他们说的话。果然能看到我过来。挺舒服。那天你为什么装着不认识我？那天人多，怕大家心慌。你说我们闹过几次分手？没闹过。不可能，我记得的都有好多次。闹是要两个人对着吵，除了最后一次，每一次都是你单方面的宣布把我给甩了，所以不叫闹分手。好吧，吵架，单方面吵架。我想起来了，第一次是拍毕业合照那天，你们班同学起哄你，说你同桌暗恋你，算是吧。怎么现在想想还吃醋？正常。什么叫正常啊？干什么呢？谈恋爱跑上台球厅谈来了，还敲门。你们老板给的我钥匙。哟，还真是一样的。你谁呀？陆晨。你是陆家那个排爆专家啊？特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拆弹的。你大半夜来这儿，有情况啊？你们老板让我来检查一下这边的监控系统。说有死角拍不到，让我来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。上车等着。下班了。还没呢，我下班了。嗯，我带小南去逛逛，在附近等你。可我还有好久呢。我已经下班了，多晚都等。那不行，他还要写作业呢。我找个地方
你别睡，带他做作业。不可以，这样他做作业不专心，会带坏小孩的。过去没发现，你照顾孩子还挺有经验。过去我也没发现，你还能单独带小孩。 我家小南比你熟，去吧。我自己去。是给他写作业用的，看在小南的面子上。嗯。